千劫，他又开始发疯了吗？不过你想让我离开的原因应该不止于此吧。的确，如果仅仅是千劫的疯狂，那么还谈不上凶险万分。但现在真正的问题是，唯一能稳妥应对这类情况的人却已经不在了。这股力量甚至超过了他和我战斗时所展现的强度。千劫正在和谁交手？你对他应该也有所了解了。他想要交手的永远不是某个人，而是所有人。灵感这个嘛。